同穿黑色西装，蔡英文、赖清德正式到中选会登记，成为2020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。等待期间，闲聊几句。小英注意到赖清德换新发型，日前英德同台，赖清德表情有些严肃，登记这天似乎放松不少，展开笑颜。但韩章佩、宋瑜佩周一上午就登记，英德佩等到周二下午，表定3:35，难道时间有挑过吗？整点的时间是3:30，那我3:30出门，3:35到达这里。秀敦，真的，那我大概是早了一点出门。但国历11月19日翻开农民历，可是良辰吉日。诸神朝天日可是象征诸神降临的日子，英德佩正式登记，对手韩国瑜却呛总统府再等一个良心。小英拿出气势回击：“总统府已经有个良心了吗？而且这个良心会继续的再做4年。要韩市长啊，在过去这样的信口开河，把他自己比作是良心哦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不会有，不会赞同的。”再度展现辣度，站在旁边的赖清德虽然能固守本土票源，却也成为敌对阵营攻击标的，被质疑是台独立场借壳上市。我们有主权，我们有政府，我们有民主自由的机制啊，我们有防卫自己的国防，我们也有外交啊，那这个就是我讲的中华民国台湾。那我真的不知道他讲的借壳上市是什么意思。二话不说为副手辩护，后头还有数百位粉丝应援，还有亮点，年轻人站出来力挺英德佩，2020台派最强组合正式上线。三立新闻李维婷、张慧琪 N 小组台报道。